那讲喂，那讲，那讲。啊，这边有轨道，就是以前印材的轨道啊。啊，所以印材轨道，你现在在山上看到那个铁轨，就是印材轨道嘛。啊，所以最后我是古鲁的建筑。啊，这边是生态，哇，这里的生态多哦，哦，各种鸟类啦，山羌啦，猴子啦，哦，这啊，我们要回来。Thank you.
但是我袂笑，表就转来。收价收好，收价收了好。所以阿弟收，啊，二月头金瓜，各位，会晓一堆笑啊。哎，啊，二月头的金瓜是。